好，我们玩一下这个貂蝉队哦。那看一下他的队长技哦，新间距从这个300变400哈，300%变400%，然后每回合他会转出新符石这样子。那再配上队友妲己，就是可以结很多盾，紫龙也可以结很多盾，然后转新卡也可以结很多，反正就只是以前的新造队变成这个新配打这样子。配打感觉我先看一下伤害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先看看伤害怎么样。因为我不知道这队的平砍到底怎么样，因为这种间距的东西比较，他会自己转新珠出来。我这边先转个这个六 C 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六 C 啊，被人转到七，生命哦，37000耶，他有加血量啊，他属性越多血量越高。哦，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没有经历过以前貂蝉的那个年新造队的年代。他的血量蛮高的啦，就是属性越多哦哦，有没有看错？有没有看到这伤害？我们先转个四 C 就好了。我干，我觉得雪女必带、欸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雪女极限突破之后，你消九颗星，戒王权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看哦、喔，你们看一下雪女的伤害哦、喔，雪女的伤害真的夸张。看一下雪女的伤害，你看雪女发光了，雪女多少？好像还好。哎、欸，谢谢 Li Boy， 这样子要换皮卡比较好吧？其实都可以啦，我是随便带的啦，因为他没有说很绑定队员嘛，就队员就跟妲己一样没有限制，想塞什么就塞什么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不错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开紫龙，好不好？啊，感觉新珠不够，我们再开一个比斯吉，舒服。而且紫龙的这个圣衣武装哈，要有新珠才会最高倍率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是刚好，完美配合。看一下伤害，其实好像还好。这边九 C 嘛，对不对？九 C 的话就直接转就好了。可是，伤害可能不是很高啦，可是感觉很稳啊，感觉是非常稳的一个伤害。也不太会死，血多，然后又一堆转心卡，哦，这就是貂蝉这个队伍本身就是这个特色嘛。大家缺点就是没有减伤，哦，没有减伤。哦，雪女要开技才有，靠北啊！刚刚那个雪女怎么打那么痛啊？孤鹤鸟好像也可以。哦，我这边的话，我想一下哦，开个技能看看好不好？开个雪女加这个妲己间距加排珠，开个技能试试。靠呗，等一下，好像不够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康而已啊。先降一下，开这个好了，单开貂蝉看一下伤害。哦，单开的话，应该就几千万啊，单开貂蝉大概就几千万这样。平砍的话，大概就是走一个稳定的路线这样子。智龙是怎样啊？帮我编掉，就不要理他就好了。就不要理他，越理他越开心。
因为这种人他留言我一定看不到的啊啊，他就是要让你们生气啊，那就不要理他就好了，让他自己在那边自讨没趣，好吧？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在没有事没事就开个比斯级不错哦，有事没事开个比斯级。而且新间距嘛，所以新转比斯级转出来的新强化应该也是会比较痛。有人抖内哦，我看一下，有人抖内吗？这边的话齁，其实还好像还行，再开个这个好了，这样子。啊，谢谢随风。貂蝉大于吕布是不是七管炎？我真的觉得貂蝉真的大于吕布。吕布伤害比较硬啊，可是缺点太多。不过你说貂蝉要跟现在一线队伍比，我是觉得也是没得比啊。只是说哎，可以玩一下这样子，跟一线队伍还是没办法比。只是你转就是轻松转嘛，你不用在那边想说要转什么几颗几颗的，不是很累吗？玩个游戏玩那么累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每回合也是会转出攻击珠嘛，而血量也够。你看哦，一组四颗星，一组三颗，然后转个五 C、六 C 回两万。吊打吕布，而且他每回合也会转新珠给你，然后你这队伍你又会带一堆转新卡，所以基本上你也不可能会卡新珠，也不可能会死，除非是真的遇到你承受不了的攻击，那才有可能会死。哦，不然这样子一堆转新怎么可能死？你看，想转就转。我没有在健身。然后再来这边齁，水火木，谢谢 AD 力，开季是水心间水，但不用开季九颗星就哦，对啊，我记得他极限突破是九颗星就有五倍，对啊，开季的话是心间巨水这样子，但是这队本来就有心间巨了，所以其实没差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看一下哦，版面的话先把这个暗珠太多弄掉哦，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雪女的极限突破技能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大家应该都看得懂了。好，就是这个版面的，就是你了。哦，这个版面的话呢，水火木都有。我们这边直接开妲己双技能，直接开妲己双技能，好。然后光暗的话用叠的，好，光暗用叠的。然后星珠，水珠呢？我的水珠呢？靠北天降水珠，你们觉得排右边还是左边，还是中间？这边，这边好了。天降啊，有了哦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谢谢这个随风，感谢随风的赞助。水被转掉了，刚刚没看到啊。不过我们可以靠运气弥补这一切，好不好？大家不用担心。好，我们这新珠转起来哈，每回合满满新珠，舒服。运气流玩家啊，你看雪女还是有界王权哦，看清楚哦。有界王卷，他打1000多万哈、哦。我们再开，啊，只是说哈、哦，你开雪女的技能呢，会变那个，会变更痛。有没有看到雪女的伤害？1000多万，其他打几百万而已，雪女打1000多万。啊，你也可以放什么双子之类的，放双子的话，属性没有那么多的话，就是血量不会那么高，但是就差一点啊。然后再来这边哈。哦就也不会死。哦，他每回合还会转新出来。没事的话，补不回来再转个，再开个技能，再开雪女哦，超
超级智障。真的超智障。指甲不是有四倍吗？怎么了？指甲要满血才有四倍哈，要满血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开雪女间距，好，开雪女间距，看一下伤害啊。我看到雪女单张打2600万，欸，打现在的新的地狱级可能伤害不太够了，但打这种以前的关卡应该还是可以的啦。我现在打这个也不怕，打这个也不怕。那解盾的话，就靠后面那张妲己就好了，靠后面那张妲己。我想要开个技能，妲己两招两个技能，这边不能开这个貂蝉嘛，对不对？80%应该可以了吧？哦，80%，我们这边先开雪女，然后开子龙。然后开这个变身，然后加妲己双技，刚好急掉哈，刚好急掉。好，这样子，加龙科，等一下伤害乘以四倍，打出去的伤害乘以四倍。貂蝉有左边技能吗？貂蝉的两个技能都会占左上角的格子哈，都会占。好，好多剑啊，五倍啦，对，啊。好吧，真的是娱乐队。最大伤害不足，好，最大伤害不足。金珠太少了，因为这关就没办法啊，这关不能消心啊。这咯，哇，看起来还是只能当魔队玩啊，看起来只能当魔队玩。OK， 当魔队玩。对，谢谢那个，看一下谁赞助我。谢谢随风，随风有比之前强一点啊，之前真的是太烂了，稍微增强了一点这样。我还是有个几亿啦，还是有个还是可以破亿的啦。有破亿呢，就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有破亿就有机会。只要他的伤害有办法破亿呢，我是觉得就可以有机会。魔队啦，就是魔队。
抖内都没声音哦，可能是欧付宝的问题，我再研究一下。奇怪，嗯，OK。比斯吉怎么变超丑？因为他变身啊，可以变身啊。副队长要换哦、喔，可是你要说，哎、欸，对啦，副队长只有倍率的伤害。如果说换那个伤害比较高的队长哈、喔，倍率比较高的队长应该是会不一样。嗯。